第14题，有一束光线射向平面镜，如右图所示。若入射角为40度，则西塔1、西塔2的大小分别为多少度？我们晓得所谓的入射角是入射线跟法线的夹角，所以这个角就叫做40度。然后我们也晓得法线各位跟反射面垂直，所以呢西塔1加40要是垂直90度，所以西塔1是50度。我们又晓得入射角会等于反射角，反射角是反射线跟法线的夹角，就是这个角，也就是西塔2。那么入射角等于反射角，所以它也是40度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西塔1是50度，西塔2呢是40度。所以第14题问我们说，则西塔1、西塔2的大小分别为多少度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西塔1等于50度，西塔2等于40度。